一个都没成年，你驾驶证都没考，你是敢开车上来，这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又没成年，是不是？一二三四五五个人，真出了什么事，你们哪怎么办啊？你是怎么学会开车的？自己学会的。自己学会的，有没有人教你？没有。哎，家里面人联系一下啊、哦，再联系一下，然后过来接一下我。